看到我们。那原则上我们刚才表演是礼拜天有个画展的活动，所以呢我刚好中午利用这段时间带小朋友过来这边练习跟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妈祖婆进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点吓到，所以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我相信这群小朋友一定有受到妈祖婆的保佑，所以妈祖婆才会进来欣赏我们的表演，对不对？对。好，来，所以最后呢，我相信妈祖婆都会保佑我们，谢谢大家。民工进来，尤其陈港乡的陈家姐被导入仓库。Yeah.